封来自广鹿岛的邀请函。广鹿岛山地马拉松盛请八方来客，特别喜欢这儿，就专门为了这场赛事远道而来。世界珍稀鸟类在此繁衍，繁殖的鸟它就是该吃，完了就可以保护起来。海岛人家的舌尖味道，风物辽宁，生生不息广鹿岛即将播出。在辽宁省辽东半岛南端大连市的长海县，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海岛，像珍珠一般洒落在大海中。其中就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岛屿——广鹿岛。清晨，空气中飘散着湿润的雾气，整座小岛还被睡意笼罩。而在小岛西南方的一处喧嚣，打破了岛此时的宁静。现在是早上5点钟，我想大部分的人此时应该都还在睡梦中吧。但是您看到我身后那些充满活力的人了吗？一会儿将要在这儿举办广鹿岛越野马拉松。长山群岛共由200多个海岛组成，其中广鹿岛是长山群岛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岛屿。由于四面环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因此有着广鹿岛特色的马拉松已经有3年的历史。途中会经过山路、沙滩路等不同的路面，增加了一些趣味性和难度。在跑的途中啊，你还可以看到周围的景色。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期待他们能跑出理想的成绩吧。这次比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0名选手参赛。今年作为长海县创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首个赛事年，无论是比赛规模和数量都比往年有所提升。全程42公里的沿海环岛路线，山与海的结合更是吸引了不少爱好者前来，以脚步打量着广鹿岛的每一处风光，体会着广鹿岛上的生机与活力。今年61岁，我从香港来。您是自己来的吗？没有，我跟我太太来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港的我们老乡。再远我也过来，只要是好我就过来。我上午6点，广鹿岛山地马拉松准时鸣枪起跑，拉开了今年长山群岛系列体育赛事的帷幕。全副武装，跨越各个年龄，激情四射的选手们在广鹿岛镇随风奔跑，尽情享受着海岛清新宜人的空气和唯美亮丽的自然风光，展示着他们对于运动的激情，更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广鹿岛的热爱。感觉能跑完吗？可以，没问题。是全程选手是吗？全程。你从哪儿来的呀？江苏徐州，特别喜欢这儿，就专门为了这场赛事远道而来。感觉跑起来之后，觉得这个地方的环境就是对你影响？空气也好，环境也漂亮，特别爽。对很多人而言，马拉松并不仅仅是一场运动，更是一次属于自己的战斗。这在广鹿岛被更深刻地诠释着。由于这次赛道都是沿着岛的边角，所以一路伴随选手们的并不是沿途加油助威的拉拉队，而是周而复始的海浪、郁郁葱葱的青山和不知何处响起的鸟叫声。累计爬升934米的山路，使人们能够直观地体会到广鹿岛景色的优美，更是给马拉松增加了运动的乐趣。你怎么样啊？累不累？挺美的，特别美，风景特别美。第一次来，值得一来。风景特别美，忍不住想看，老停下来拍照。忍不住要停下来拍照。对于运动员们来说，一边完成比赛，一边欣赏沿途的美景，再来一顿种类丰富的补给，是再幸福不过了。平均每5公里设置的一处补给站，在整条线路上共设置了7处，精心准备的新鲜水果和运动饮料，补充着运动员们一路消耗的能量。
当地的居民也愿意用热情来款待来自各地的人们。作为海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这里的补给都别有新意。从海边挖出的深海栗子，味道鲜美，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在补充营养的同时，感受海岛的特色风情。我别走啊，都没人来啊。这些补给站的工作人员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一方面为选手们忙活着食物和医疗帮助，另一方面用自己的热情感染着每一个运动员。补充完能量，运动员们便继续向终点前进。不到四个小时，30公里和42公里的前三名选手便陆续到达终点。环境真的太棒了，我在北京就没有吸过这么干净的空气。那就感觉这儿的跟以前跑过的有什么区别吗？第一个，这个赛道非常美，然后另外就是补给非常有特色，而且这种就是沿着海边，它又有公路又有山路，这个体感非常好啊。这个赛道我觉得，适合这种就是全家一块，或者说多带一些朋友们一块来玩这种形式，这种不用特别在意竞技的结果啊。今年的广陆马拉松呢，山地马拉松是我们作为川海县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首场赛事。然后我们在去年今年1月份嘛，然后获得了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荣誉称号。然后我们今年的赛事呢也是精彩纷呈，然后这是首场，所以说也是拉开了我们川海县体育加旅游的这个一个新模式。所以长海县的人民呢也是欢迎，然后各地的选手，然后到这儿来体验我们的赛道，体验我们的美景，体验我们的海鲜美食，然后也是体验长海县人民的热情。因为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广陆岛山地马拉松极具当地特色。在不远处，还有一处自然赠予的礼物，一座面积仅0.09平方公里的无人小岛凡陀子。这里是数万只水鸟的天堂，更有罕见的珍稀鸟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嘴白鹭到此繁殖栖息，并且数量逐年递增。凡陀子如今已成为北方少有的候鸟栖息地，因此这样的一座岛不仅是鸟儿们的天堂，对当地的摄影爱好者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拍摄资源。王杰作为岛里人和资深摄影爱好者，几年前也登过凡陀子岛，手中有一些珍贵的照片。在王杰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这什么鸟啊？这是黄嘴白鹭的幼鸟啊，刚出窝呢，这还是蛋还没孵出来啊。黄嘴白鹭通体白色，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海南等沿海地区，已被列入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世界濒危鸟类红皮书，数量极其稀少，因而非常珍贵。除黄嘴白鹭外，凡陀子上还有大量的黑尾鸥和海鸬鹚栖息在此。这是叫黑尾鸥。黑尾鸥。它这个门离得特别近嘛，就在我眼前，我就是扇北的头，这都爆框了。这个就是我拍摄的时候，刚才这几个照片就是这么拍的，就在这个角度拍下来的，这离得非常近。在王杰的介绍下，我们对凡陀子岛充满了好奇。这次我们找到了广陆岛镇政府记者程显东，他曾经在岛上参与过为期3个月的拍摄，希望这次他能带我们去岛上看看。东哥，您今天能带我上鸟岛上去看看吗？上鸟岛不行，现在是鸟儿繁殖期，不让人上，但是可以带你去鸟岛边上外围去看一下。现在鸟岛不让上了呀？不让上，鸟儿繁殖期。那行，咱上附近看看去吧，行吧？行，咱走吧。好。处于繁殖期的鸟类如果受到惊吓，会对它们产蛋的质量造成影响，因此为了不影响到它们，我们决定在岛周围远远地看。发现大概3年前啊，发现有黄嘴白鹭在这个岛上繁殖，那次它不太多，也可能就几十只吧，到后来一百只，到现在能有600-700只，就来繁殖的鸟是600-700只，完了就给保护起来了。黄嘴白鹭
曾经是南部沿海地区常见的夏候鸟，但随着人为的干扰，栖息地的日渐缩小，黄嘴白鹭的数量也越来越少。每年的四月到六月是岛上鸟儿的繁殖期，入秋后便会飞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半岛等地越冬。近年来，政府重视起对鸟岛的保护，因此只要岛上有鸟在，就不允许人们登岛。黄嘴白鹭，你要是说环境不好，它不在这儿栖息繁殖。基本上，什么一是环境好，二是食物充足。你只有就是环境好，食物充足，它才能来这儿。再有这个岛上没人打扰，看黄嘴白鹭动向，生性胆小，一旦觉得这儿有危险，它肯定不在这儿繁殖。黑尾鸥、黄嘴白鹭、海鸬鹚是凡吐子岛上最常见的三种鸟类。据统计，黄嘴白鹭的数量全球不足8000只，目前在广鹿岛有1100只左右。黄嘴白鹭的到来体现出了广鹿岛生态环境的优越，这也为当地的居民带来了快乐和自豪感。同时，黄嘴白鹭的珍贵也使居民们更愿意去保护岛、保护鸟。自从人们开始重视对鸟与环境的保护，鸟的数量逐年增多，在2016年3月份被国家授予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农林水乡也投了不少钱，弄了灌篮，安装了那个监控器，完了现在就是森林消防7个人两个人轮一半，24小时在岛上守着。就为了保护咱们这些鸟不被人类打扰是吗？对对对，因为人不上岛去到了，他们这个鸟就在这儿安家了。2年前，程显东曾上岛协助拍摄关于凡驼子的纪录片，在岛上从鸟产蛋、繁殖、成长，再到鸟儿陆续飞往南方过冬，几个月的岛上时光与鸟儿相伴，直到现在，每次走在海边，他都忍不住向海里眺望，看看是否有白鹭在滩涂上觅食。这东西本身就是当地的。完了，没事坐船来拍拍，挺好的，肯定挺自豪的。有这么地方，而且名声这么大，挺好的。有时，当地的渔民也会故意留一些鱼虾给他们吃。在政府与居民的共同保护下，当地的海洋资源越发丰富，原本胆小的鸟儿也慢慢信任了这里的人们。然后你看也不怕人，还有。它不怕人了，海鸬鹚也是不怕。刚才咱要是离那么近，早睡了。它其实就这么跟着船走吗？对呀，它现在怎么看？有小鸟，它孵蛋。你要是不孵蛋，它你看像这样渔船，后边一群，它有东西吃啊。你看老百姓在岸边粪苗，到网农可能就故意留点东西，什么海鸬鹚不是，还有和那个黄嘴白鹭就自己去吃。每年7月是最佳观鸟时期。虽然不能上岛近距离观鸟，但在船上也能够非常容易地看到岛上密集的鸟儿们。它们有的站在山坡梳理羽毛，有的在空中伸展翅膀，还有一群一路跟在我们船的周围。也因为当地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最舒适安全的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这样表现着。广鹿岛有31.5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人口12000人，不同于大城市的繁忙喧嚣，当地人的生活更是随性惬意。今年58岁的王桂秋是地地道道的老广鹿人，平日里他最喜欢和姐妹们一起跳广场舞，一起研究美食。他们的生活让很多人羡慕不已。我们的生活平常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平常自己如果要是有烦心事儿就是跳跳舞了，唱唱歌了，再不是去逮人。明天咱去赶海啊！好，就去赶海。咱们过啥？好。得知王桂秋和姐妹们相约去赶海，记者也准备去凑个热闹。
看看在广鹿岛赶海能赶到什么。一路上伴随着欢声笑语，大姐们的歌声在车厢中环绕着。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啊，哎呦！在海岛人的记忆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着赶海的经历。退潮是赶海的最佳时机。到地方后，大姐们拿着自己的装备，五个姐妹们出发了。海蛎子固着于浅海物体和礁石上。王桂秋说，退潮后海蛎子会随着原本藏在海水里的礁石裸露出来。这里面有啥呀？有蛎油啊，蛎子肉啊。对广鹿岛人来说，赶海的乐趣不仅是靠双手获得的满满收获，还有可以及时的生鲜味道。啊、对呀、啊，我能真能吃吗？我尝尝。哎，有点咸，但是是真鲜啊！这是我头一次吃这种生的东西，我感觉真是不太一样。看着王桂秋熟练的动作，记者也想尝试一下。这东西怎么挖呀？我拿我这个能挖吗？你第一次挖，你拿我这骨啊？拿这个哈、啊？那我试试。这样吗？这个像镰刀一样的工具在当地被叫做海蛎钩，专门用来敲碎海蛎子的外壳。看到蛎子肉可不代表结束了，要用蛎铲把蛎子肉完整的挖出来。然而看似简单的动作，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你就挖碎了。我给你挖碎了。你挖碎了。在王桂秋的亲手指导下，第一次尝试的记者也没能掌握要领。王桂秋说，有了见识，记者肯定做得来。我看看这个挺大。哎呦呦，我拿过你叫什么？哦，把他那个钳子给他别住是吧？对。哎，那看你怎么跑。这是我抓的，把它放进我的笼子里，它就逃不出去了。每当退潮后，在海边能够看到许多戴着头巾、拿着小筐的海岛人，基本上每个人的筐里都有不少蚬子。咋能找着蚬子呢？怎么看都是在哪儿呢？有眼儿的就是。有眼儿吧？这不确实眼儿。这边的是吧？嗯，我是，让你找找、啊。这是吗？这不是。这得挖多深呢？这是吗？是哎，这是。嗯。这个是小蚬子，看这个，我这个大是吧？王桂秋说，有些东西藏在石头或沙子下面，不会那么轻易的被找到，也需要一些运气。我抓哪儿啊？这东西我抓哪儿啊？赶海是一场不限年龄的全民运动，已经深入了每一个广鹿岛人的生活。看着装满的小筐，大姐们依依不舍地准备回家了。今天他们要做一道记忆中排名第一的美食。在广鹿岛，蔬菜去地里挖，海鲜去海里抓，基本上可以满足人们所有对鲜的渴望。王桂秋和他的老伙伴们回到家，迅速做好了分工。海货放锅里煮，刚挖回来的蚬子用海水洗净，这样鲜味儿不会流失。再把蚬肉挖出来准备好。海菜是大海独有的鲜美味道，今天要做的海菜饺子是大姐们从小爱吃的食物。和好了面，菜洗净切碎，大家伙儿就要一起包海菜饺子了。开饼子啦！广鹿岛人的海菜饺子，像极了岛上人热情豪爽的性格。大姐们把他们对家乡味道的喜爱都包进了面皮里。
每一个饺子都是满满的馅儿和整块咸的肉，真的像一个饺子样，不像你们整的像圆的那样。但是不管好不好看，好吃就行，是吧？对对。妈，这个太厚了，别看它稠，它馅馅。对。手脚麻利的海岛女人干起活来不含糊，一会儿功夫，海菜饺子就包完了。每一个菜饺子下面都放着一片玉米叶，能防止饺子们粘在一起。好了，来。王桂秋说，这种大锅蒸出来的海菜饺子味道最正宗。直接上手吗？让我听。我不解心了啊！尝了尝，爱戴那，我一样一个呗，雪，我一样一个，现逮一个，看这馅啊，不现逮，刚现逮，脆脆的，然后里面还有那个咸着肉是吧？特别鲜，跟它那个怎么那么熟那么的？对呀，我太喜欢了，就是那个青菜哈，青菜的鲜加上那个咸的肉的鲜，嗯，鲜上加鲜是吧？然后哪个？太好了，太好了，喜欢吃海鲜能吃到里面的咸的肉，喜欢吃菜能吃到里面的青菜，像这种哈，又爱吃肉又爱吃海鲜又爱吃青菜的，对，就来对地方了是吧，哈，就咱这儿就能吃到，对对，简直太幸福了哈，别说了。大姐们说，小时候家家户户粮食不够吃，经常跟妈妈赶海，海菜捞回来洗洗剁碎，用玉米面包成海菜饺子吃。时光飞逝，很多东西都已经忘记了，但烧火煮饭，锅里散发的阵阵香味儿，至今还很留恋。对于海菜饺子的记忆，全部都是妈妈的味道。咱们家还去吧，好，咱们家还去赶海啊？啊，你去不去？对。那咱们开逮吧，逮完之后哈，有一起景阳的是吧？对，跳广场舞。在地道的广陆人心中，海菜饺子绝对能占有一席位置。传统的制作方法和简单的食材，面皮中包裹的海鲜的味道，每一句自然流露的赞美，正是大姐们对于家乡食材最珍惜的表达。吃到开心处，大姐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每一句歌声都包含着他们对于生活的满足和幸福。晚饭过后，王桂秋和她的姐妹们又开启了跳广场舞的生活模式。辛苦一天的身体得以舒展，这些热爱生活的可爱笑脸融合在轻快的音乐声和舞步中。如今这座被海水围绕的海上仙境，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各地的人们。时代变迁，让这座海岛小镇的淳朴显得格外珍贵。海中鸟，岛里人，在这座岛上共同伸展着生命，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广陆岛的生生不息。在东北，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食材，又是一种祖祖辈辈相传的味道。每一种味道都要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寻遍酱味，只为打开舌尖的滋味。在这独特味道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神秘的制作方式？风物辽宁带您走进东北独特的味道，酱味。